立刻不一样哎，味道不一样，有马上就有多了一个焦糖风味，多了一个爸爸的味道，爸爸的味道。爸爸，有光，没骗你吧？我跟你说，一进来感觉到是不是都是被整个木头环绕？而且这木头都很有历史，这是高龄老木。嗯，很棒。真的啦，这木头都很多有历史。哎，真的，他真的是那种老木头，我真的。对，我真的很喜欢老木。对，而且刚才我们两个走进来说，哎，我们家里很想装潢成这个样子，高龄老木风。高龄。就觉得很温暖的感觉。对，家里那个木质这样很舒服，对，而且耐看，很耐看，对啊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哎，林杰良，哎，你们俩点什么？我点这个冰拿铁。好，我的是有木奶茶，上面这个是他们自己煮的焦糖片。但为什么叫有木？我们就要请老板娘来解释。哦，好喂，好。来，老板娘好，这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来坐过来，坐。这个超级。哎，你要小心哦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未婚吗？已婚。哦，已婚了，你可以坐过去。怎么样，未婚啊？那我坐旁边了。你坐隔壁桌。那你们怎么称呼？我在三峡住这么多年，我不知道有一家这么厉害的咖啡。你明明才偶尔回来的。对啊，哎，但是这个地方走进来，我觉得是别有洞天的感觉。嗯，就跟外面的感觉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。这里开多久？这边开一年，几乎连设计师。哦，难怪。那我们依照以前爸爸在森林里面的一些回忆打造出来的。好棒哦，好喜欢哦。我很喜欢它这个门，整个这个窗帘木头的整个搭配，我觉得好棒。而且我觉得你的饮料也是调的很好，我刚才稍微喝了一下那个冰拿铁，它那个咖啡那个炭烤的香味很。那这个我刚刚说它是你们自己煮的焦糖片，没错吧？对，没错。因为其实爸爸是在地三峡的，那在大板坑这边，那住在有木这边，所以这也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时候，室内都是用有木的一个环境去做的。所以它有一点在上这木头，对，有点像是爸爸那树立在那边的感觉。那我该怎么喝？就直接就是可以先喝一下，或搅拌一下。那想要它更浓的话，就焦糖片再下去。哦，先喝原味。还是奶茶，而且我觉得很棒，它就很环保的这个哈。对，它奶茶是有一点榛果味吗？没有。但它的那个香味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它茶香。那它不可能又是碧螺春吗？不是，它可以慢慢带下去。你怎么会发明这个？是你自己爱喝奶茶？对，我自己爱喝奶茶。焦糖那个颜色看起来就是非常的香。哎，立刻不一样哎，味道不一样，有马上就多了一个焦糖风味，多了一个爸爸的味道，爸爸的味道，爸爸，有瓜哥的味道吗？不是瓜哥，无聊哎，瓜哥有焦糖味，能听吗？然后这个是你们的甜点，那这个布丁上面这是无花果，对，无花果。那我们都是使用当季的水果，所以就是布丁的话，我们就是纯粹最自然的、最天然的一个味道。这个也都是无花果哎。对，那它里面的话是用焙茶跟红心芭乐，都是用当季的。都好像艺术品，很想都会先拍完照，然后再开始吃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要拍吗？当然，我就是在 Q 拍。是不是没办法半蹲？对。美耶！哦，你这家店叫做是清零咖啡，就是爸爸的名字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要清零哎。我稍微想打卡，这只有三峡常青活动中心。一年级去分的，什么一年级去分的？哦，可能是因为你打开看我有没有？真的还假的啦？